姐姐可不可以出一集画眼睛视频？铅笔轻轻打草稿，取一支好用的面相笔，勾出眼线边框，眼线重复描边勾勒眼型，勾下眼线，画双眼皮，勾眉毛，调整眉毛形状，白色填充眼白，画眼球，叮叮叮，谁敲开这颗心，让梦境放晴，铃铃铃，谁轻声拨打铃，让灵魂相遇，是你。用黑色加深眼球上面四分之一处，给眼球勾边，想用所有的温柔抚平你眉，似乎想告诉他们爱你不是我对手，想吹个泡泡点缀你每个回，过度眼球颜色，黑色画瞳孔，城市的风有你的香味，最后反正阳光让我瞬间精神抖擞，画下睫毛，白色点高光，勾嘴巴，要两头粗中间细哦，也可以再用色粉给它刷个腮红哦，拜拜。